哦，好多料理哦，我来学一学好了。对啊，你先给哥哥把那些技能都弄一弄。料理大师，你有多少那个、新的点数？430。我有600多哎、欸。我记得我好像也是六百多。怎么又变多？因为我们被取消的技能很多。比较多、哦。几乎都被取消了。那个、武器就全部都没啦、所以全部都吐了。哎、欸，周放，你那二楼的那个奇怪的粉是怎么弄的啊？什么叫做二楼奇怪的粉？哎、欸，怎么就不见了？那个像炮塔一样的东西，那个是要来干嘛的、哦，这个、水泥啊，新鲜水泥。哦，你要做新鲜水泥吗？怎么做的啊？我记得要学啊，还要学，要7个水泥加10灰石，2个石灰石。要用学的我就没兴趣了。而且我很想问你，这个石灰石到底是不是坏掉了？石灰石坏掉了。这个石灰石好像坏掉了。你说左上角那个吗？你100个放了100个在这个桶子里面，可是里面竟然我不能用哎，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坏掉了。为什么？它不是会慢慢腐烂吗？可能是 bug 吧，它就不能用了。石灰石那应该就是 bug 吧，反正这个 mod 那么多 bug。你好像对这个 mod 很不满的。没有没有不满，我只是觉得它有 bug 存在。你过来看，你过来看我这个斧头。嗯，怎样？你来打那个矮人。打矮人。对，外面不都那个？对啊，稻草。你看我这斧头感觉很强，对不对？哎、欸，稻草人。你看它这精美的伤害。才10而已啊。11。bug 啊。太低了吧。对啊。但是另一把就不一样了。欸、这一把就很厉害了。空手都有发哎、欸。有没有？哦，这一把很强哎、欸。对啊，啊，他2把都是写说是用来战斗用的，啊，结果1把是没伤害。他好强哦。这把好强哦。长矛还多2-3倍耶，还可以做一个给大家。对啊，然后这个塞肉干真的是折腾我超久的。你终于塞出来了。应该说我原本就放对了，可是它好像真的是要塞一天，游戏里面的一天它才会出现，才会出现这个皮革。对，才会出现这个 leader。所以你当初你放上去，你就想说奇怪，怎么都没有。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那这个皮革能干嘛？就是制作新的武器装备会需要用到它。哦。然后因为它晒太久，所以我多做一个。晒太久。晒的有够久。哦。那时候第二次玩，我还以为是秋风你弄出来的，想说很兴奋。不是啊，不是啊。后来才知道，原来其实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只是我不知道而已。风车可以自己磨，你知道？风车在哪？风车在那个，在、那個。我看到了，看到了。对对对。哟，他把水晶放进去，就会自动磨成盐巴了。啊，这样也没有快很多啊。就不用做啊，你不用学。哦。可以把点数省下来。你已经学了，用我知道。我也学了。都学了，那个也没多少点。好多啊。点数多，可以好好看看吧，好好浪费一下。要学什么啊？我学那个 cooking table 料理。我们料理都要靠你了。料理，我们今天就来料理大师一下啊。对啊。哎呦，有料理大师啊。那我们就先做的啊。不闲。我们就在这边等你啊。哎、欸，先把料理给我慢走。做出来看看啊。哎、欸，矿工帽不是？对啊，巧克力怎么还有矿工帽？哦，我抢鬼鬼的、啊。哦，哎、欸，要找我的矿工帽。做的自然，我抢鬼鬼的、啊。木头。太巴气。哎、欸，那个细木头在外面，对不对？想不到这个椅子可以坐3个人呢、欸。哦，细木头在外面，这可以吗？可以，只能坐2个人。可以，鬼鬼坐一下，鬼鬼坐一下。那你有点挤。不会不会不会，我们都是瘦的。有点挤，哎，坐，哎呦，可以哎、欸，3个人都可以坐啊！哇、哦，天哪！这个视角，旁边视角很差，我好高，好不能看到哦，头顶。按那个 K 可以转换视角啊，有，我觉得好巴基哦，超巴基。我们在这边坐一集聊天吗？有
对啊，对啊，对啊，度过悠闲的午后，像那个动画《银魂》一样啊，那个坐着一个画面就可以拍一集，哇，超扯，好像不错哎、欸。那我们就聊聊那个新mod 的，大家对新mod 的有什么感想？难过、哀伤，还没完，没有感想，没有感想。它的建材多了三种，可是我觉得花盖的更难盖了，因为它资源也变多了。连肉都有变多，你们知不知道？对啊，有变多。对啊，很麻烦，我觉得很麻烦。麻烦，太麻烦了。太麻烦。今天玩完就可以跟着 mod 说拜拜了。我觉得说拜拜了。别认真。看你们玩完的感觉啊，就在那边玩，哎，我拉你起来。哎呀，你看这个，你看我的封神里面，它有另外一种肉哎、欸，最下面那里，那个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对啊。像培根一样的东西，那时候有打到。Space， 就好像打怪，有时候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以为这个是什么什么优秀的肉，优质肉。对，并没有，并不是哦、喔。对。那你的三只风神你都找到了？对啊，我把风神都找回来了。它真的飞很远。那个厨房你想放在哪里？哪边还有空间啊？二楼还有一点，我有三楼和四楼。哇，可以到四楼。哎、欸，新的哎、欸，可以到四楼看。哇，这个四楼不得了啊！四楼哦，有屋顶呢、欸，而且好漂亮哦、喔。四楼、欸，这个用原本的就做不出来。哎、欸、哎，有人摔下去了，然后卡在边边。完蛋了，卡在边边啊！楼梯也会卡。蹲下移动了，跳一跳。我就真的觉得这个旋转楼梯虽然很好看，但是就有这个缺点。我卡过这好几次，你知道我都怎么出去的吗？我都是把这一面石墙拆掉，然后走出去的。太累了吧？不然你告诉我要怎么出去啊？你登出，我把你拉出来。真的吗？你认真的吗？这个帽的登出很久哎、欸，所以应该是这个木头不该放在这里吧？对对对，把这个木头搬掉。好啦，原本想说这个楼梯下面有这个感觉不错，把这个木头搬掉，我好想爬出去哦。爬，爬出去，爬出来啊你！爬了，终于出来了，莫名其妙。再做一个照。坐在外面啊，放在外面好不好？放在巨木架的旁边。行。我本来想说放在那里还不错，很可爱。巨木架这里。哎呦，你知不知道你之前不是锯了很多木头吗？有啊，外面一堆啊。那个瞬间就被我用完了，这些是我在锯。哇塞！那我可以多做一下。完全不够用啊！我锯超多的哎。我上一次为了盖那个三楼和四楼，我有花一半的时间在等这个木头哎、欸。你可以多学一个锯木吗？我就想说啊，好累，没事做就放着等。料理的有需要什么东西吗？鬼鬼，我们去帮你收集这些材料。我对，感觉难收集。找不到有新的料理耶、欸。没有新的料理。料理是包哪一个？我帮你看一下，我都按一按了。其实我还有141点的料理的哟。它有酒啊，最新的料理不是酒，那个果汁有啊，有一些果汁可以用啊。果汁放鸡蛋的那个叫做鸡蛋平台哦、喔。放鸡蛋？哪里有鸡？哪里有鸡蛋？果汁后面，而且还有新的船哎、欸啊。这个是不是？对啊，新的船。可是他要用那个蜂蜜，我还不知道怎么拿。而且还有油哎、欸，食用油。感觉那个蜂蜜就跟熊熊有关。哦。连香烟都可以做哎、欸，是。对吧、啊？想要抽一下。我不想。一辈子不会抽，我们至少可以在游戏里抽一下。我一辈子不会抽，游戏里面抽一根是不是？对，现实无法做到的，用游戏满足。你能把那帐篷做出来了？对啊，
帐篷也可以睡哦。哎呦，好可爱哦！帐篷也可以睡，可以多放几个。这个帐篷就是要你那个晒的皮革。哎、欸，对，哦，我原本要做，后来忘记了。我想要拉皮耶、欸，那个把家外面拉过皮一层皮耶、欸，你有没有兴趣，巧克力？拉皮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知不知道那个什么那个建筑物有些人会就是把外面的外墙翻新啊，老旧建筑物翻新之后看起来就跟新的一样啊，可是内装都没有改过。嗯，这就叫拉皮。我只知道拉皮，你有兴趣吗？我帮你收集木头就好了。你不就是没有兴趣？哎、欸，我愿意帮你收集木头、欸，哎，对，这工头大人是你啊，我不敢，我不敢抢啊！哇，你就这样随便乱放哦？我发现巧克力真的没有任何建筑美感可言呢、欸。好，我等一下再做一个，然后给你放，好不好？我真的看着外面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地方可以放啊。好了好了，就放在这，就放在这，就放在这。你想放在这，就放在这。你觉得那个也很有一种感觉吗？哎、欸，你们有找过有糖吗？糖吗 ？Sugar。没有，只有盐。只有盐呢、欸。只有盐呢、欸欸。哇，这不知道怎么做。它上面不是会说明吗？嗯，它需要一个那个 Flash 的。糖的植物应该是甘蔗吧，还是甜菜这种东西吗？他说 sugar plant， 没有，没这种东西。我看一下我有没有收到这种种子。感觉没有 A N T， 哎，很神奇哎、欸，等不会要去摸草吧？植物，对啊，类似甘蔗蔗糖的东西。我看一下我的封神、啊，做成糖，然后跟浆果就可以做果汁了。糖没有糖，然后开启 Google 翻译一下。料理桌真的没有看到有什么料理只能放在料理桌制作的耶。我这边有甘蔗种子，你有拿到甘蔗种子？这个啊，河狸身上有的、啊，这应该是打地板打到的。哎、欸，新种子，新种子哎、欸，要就是要先种才能。太难了吧！好累哦，好累哦，受不了，受不了，好累哦！啊，好累哦，好累哦！无法！哎，我们要举杯畅饮呢。我们这个已经拍到八十几集了，你们应该都拍到八十几集了吧？对啊，我的没有，我的才七十几集而已，我们拍的没有这么久啊，光七九。我们应该一起来举杯畅饮呢。好好好，反正现在有温室啊，对啊，温室应该长比较快吧？是不是？是不是这么说？它不是有300%吗？什么温室加成？对啊，温室加成300%，感觉三倍数吗？三倍数，你种看看啊，你种看看，是不是要先拉水管？哦，对耶，还要拉水管。我一直被人家说没拉水管，而且你拉了这个水管，为什么不会出水哦？好像断。断了，是被撞断了吗？上次可能河狸暴走或是什么吧。而且那个一堆观众跟我说，我的电梯受损，电梯受损，叫我要修，没办法修啊，没有办法修啊。现在这个 mod 没有办法修啊，还很用啊。我怎么会觉得有聚合物呢？第一游戏没有办法修这个东西啊，只能任其腐坏。看到他的那个就已经快坏了，任其腐坏。而且那个小心哦，最下面那个支柱倒了，就全部都倒了、欸。没有办法。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先当务之急要先把它围起来？怕有人撞到它，是不是应该先围起来、啊？水，哎，前面被打掉了。那个，我先把那个电梯围起来好了。那个怕有人撞到，好不好？维修中。对啊，对啊。维修中。现在没有办法修嘛？现在完全没办法修啊！哎、欸，我身上背包又出现那个全动式的散弹枪，哎，又出来了。还有，残管步枪都在我身上。啊？
那是影子吧，没办法用吧？哦，对，没办法用哎，为什么？影子？为什么还有影子？就是你之前装的残影、啊，暂时的，我暂时的、啊，那暂时的能用啊？假的，假的，暂时的都只是假的、啊，一切都是假象。当时我看到我也很开心啊，好好笑哦，暂时的，你点他两下就没了。嗯，他这个都不能自动对齐吗？我对的好累哦。哎，新模组还这么烂，新 DLC 不个对齐都不行，不平易近人。哦，不平不平。而且他现在那个肉啊，会有两段式消耗哎、欸。对啊，会有变老肉。老肉，老肉还是可以吃，吃比较久。老肉吃完，可以再吃新鲜的。两段式消耗。这样围起来安全了吗？那鬼鬼你觉得呢？一层够吗？一层够吗？你还要多盖一层吗？会不会太低？其实很少恐龙会去打到吧，那个血不知道怎么扣的。对啊，我也很好奇这是怎么扣的。这应该可以吧？我们路不是只有左右两边吗？就两边、啊。没关系啊，等到那个电梯如果真的毁了，那就代表我们要装原本的模组了。是，电梯还没有毁之前还可以修。真的毁了，这些东西要重盖、欸。我不要哦，我不要，我先跟你讲，我不要、哦。哈，你怕了是吧？我怕了，我真的怕了。你不晓得这一条有多几千个铁在里面。哇，它耐久只剩一耶，好可怕哦！好可怕哦！八千分之一，一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早就要爆了吧？我上次看他也是正义，还是因为他改了模组之后本来就要消失，只是没消失，变成也有可能的。他真的没有对齐系统哎、欸，新的模那个 DLC 没有对齐系统，栏杆没有办法直接对齐的往上盖、欸，让我很无奈、欸，怎么办？就放弃了，你的真本领吧？不行啊，我办不到、喔。我可以盖一圈那个兽养就好了，好不好？可以啦，可以啦，有就好，有就好。我捡到一个 Queen Bee 耶、欸、，Queen Bee 是什么？蜜蜂女王。蜜蜂？你在讲什么东西？就还有一个真的叫一个道具叫做 Queen Bee。蜜蜂女王，我捡回去给你们看。捡到一只女王蜂。嗯、你捡到女王蜂哦、喔啊？等一下，你会不会吸引很多、哎、很多蜂？然后会被蛰。对。然后，哎，还要写腐烂时间两篇。那你女王还会腐烂哦、喔？所以就是养蜜蜂，然后拿蜂蜜咯。有可能的、啊。因为现在都还不知道蜂蜜的出来怎么出来，所以那个糖。是种甘蔗还是种蜂蜜？我看它那个材料是吧，甘蔗哎、欸，因为有蜂蜜啊，蜂蜜跟糖是两回事啊。这个栏杆好没有屁用哦，完全就装饰而已啊。跳得过去哎、欸，嗯，真的，还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轻轻跳就过去了，轻轻一跳就过去了、欸。我盖到一半想说，哎、欸，好像只是单纯好看而已、欸。怎么办？装饰用，装饰用的、嗯。你没有那种番茄的种子吗？我要看一下那个身上有没有。新的水果。Tomato。然后在三楼做了一个烤箱，可是我不知道他要烤什么、欸，肉不能放进去。烤箱烤面包吗？面包，因为我发现好像有什么可以学什么磨成粉的那个，你知不知道？磨成粉？不，我把这个蜜蜂放在这个工具台上，你来看一下蜜蜂。我来看，我要看。我们在三楼。在三楼哦，好远哦。料理厨房啊。
三楼这里哦，这里哦，这个蜜蜂在这里，我是在这种，蜜蜂在我下面，蜜蜂在下面，蜜蜂，真的哎，哎呦，女王蜂哎，好酷哦，它是女王蜂，哎呦。哎，想办法料理它。它好像要住在产生工蜂哎，它好像要住在某一个东西里面哎。对，我们可以做出一个东西给它住进去吗？对，我看一下有没有。真的要有一个蜂房打到的。我也不知道，我采采矿，可能打树吧、欸。我好像已经学过了、欸，我已经学过了、欸。哎、欸，已经会了，我已经会了耶。他只要木材就可以吗？啊、嗯，对，我去拿，我来做，那你来做啊，放在你可以放在二楼的平台外面，好不好？三楼平台外面啊，等于养蜂。阳台养蜂，养蜂。三楼平台等于养蜂，好不好？我去拉皮，好不好？我去外面拉皮。拉皮啊！